我是露丝，在《偷偷藏不住》中饰演的角色是桑稚。在最好的时光里，和我一起在手机上、电脑上、电视上搜索优酷，一起追剧，用多语言字幕和配音打开桑稚的少女心事吧。为什么我会这样？一直期待一个人的出现。桑桑，你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男的。长得帅，成绩好，就很有魅力。又帅又有魅力，我感觉他也有一点喜欢我吧。很喜欢。你太幸福了，不是所有人的暗恋都是双向奔赴的。你能不能相信你自己真的很好？你能不能永远跟我在一起？我才发现，我从来不是独自奔跑，他也在努力地奔向我。